首先，让我们通过图表来了解一下受害事件的种类。刺胞动物造成的伤害占了一半以上，鬼油等鱼类以及海胆、海星等带来的伤害也在不断增加。此外，还有少数伤害是由海蛇、玉螺等造成的。刺胞动物包括水母、海葵以及珊瑚类等。在冲绳生息着一种叫做箱形水母的大型水母，造成了不少伤害事件。此外，僧帽水母、海风海葵等也会伤害到人类。首先来了解一下箱形水母。箱形水母是半透明的，所以很难注意到。从白色果冻状的伞状体四角分别伸出七根左右像绳子一样的触手，这些触手就是用来刺伤敌人的。箱形水母长大后，伞状体高达10公分以上，触手则将近2米长。这是被箱形水母刺伤的人数。大型箱形水母出现的时期也是海水浴的旺季，因此会出现很多受害者。那么在哪里游泳才会安全呢？有的海滩设置了防止水母入侵的防护网，这些水母防护网可以使我们在享受海水浴乐趣的同时免受水母的伤害。他好像被箱形水母刺伤了，幸运的是附近有巡视员在，能够为他做应急处理。被箱形水母的触手刺到的地方会出现红色的水肿。被箱形水母刺伤时，请不要用沙子揉擦，而是立刻浇上大量的醋，之后轻轻地把扎在皮肤上的触手取掉。如果感到疼痛时，请用冰块等冷敷。